怎么，这个红 buff 还没人打的？我能拿，我可以很安全的拿的，因为对面会觉得我可能在蹲他们家谁家的边路，所以不会觉得我在打红。哎呀啊，我肯定走不掉的，只能看看这红 buff 到底能不能拿。能拿到红 buff， 我死了也不亏的。这下起亏，红 buff 没拿着还死了一个，看这样子可能要死两个的。先帮上路，让他安全到四级，知道吧？以防止我们家曹老板一直给对面的新英雄送钱。还难，怎么个事呀？怎么还装起来的呢？给你拿个红 buff， 你了不得了。又来一个送的，这下还来一个，我们上路四个了。跑起来了，打回来了，回个家去下路补弹。哎，等我升自己，哥们，我蹭个线。这波子我真的，你怎么一路装起来了？在我面前晃悠是个很危险的事情，这曹老板肯定要死着你了，还被越塔了，我真的。给你吃个屁啊！被抽云解锁，然后一钩子。细节让人头给法师，不急蹲一下，怎么又哎？司空正有意思的，你真的好会支援啊你！你搞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似的。哎呦，哎别打，有大威胁了，我得给他发个信号，哥们你快躲。蹲一下，估计这躲弹有人要来抓他了。我先不轻易露头，毕竟我到现在都没去过下路，下路的人对我没什么防备的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吃线呀你？别走！没有关系，这次控制没大的，你有本事来追我啊！兄弟们也去费劲的，过来。怎么个事嘛？你跟我说说嘛。咱们八个人头全是我勾的，嘿嘿，还有九个都是我勾的，保护一下卤蛋，打野肯定得来了，这么久的，我应该保得住他的。哎呦，还来了一个，怎么敢的？对不起，保不住，真保不住，我直接来中路，等一下我看有谁敢过来。兄弟们别走，我能勾着，打不挂，我来探个草，这草里可能有的，要小心。没事，往前走。哎，你不要追我！哇塞，你真的？这司空正有想法的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敢这么跟我打。回中路啊，中路四个好勾，只要人多。我就算钩子再不准，我也能勾到吧，是吧？哎，你，哎呦，野区有人，赵云在打，给你吃个屁也先解锁。看似空钩，实则逼这个赵云往上走。场上局势很混乱，不过我不需要管那么多，我二技能好的我勾就行了。勾到大招吸，还放反了，又来一个送的，哎。我先走，小心被这小子给打死。再回来，我要蹭助攻的。好了，八分半，所有的人头全是我勾的。还有啊，咱们接着来，草你这里很可能有一个在蹲草的。这里，这赵云怎么感觉有点像人机啊？怎么个事啊？啊呀，这墨子有想法，这么有想法肯定不是人机。说，哎，咱们只是打蠢菜，对吧？我再来一个，攻谁谁死啊！司空正肯定追不上的，追这新英雄。你叫什么啊？告诉我你叫什么？别走我！你叫什么？你别走我！叫什么？问你呢，叫什么？啊哈！29个都是我的，我还有呢，我又来一个。别，让我蹭个助攻，蹭个助攻，我还来蹭，我接着蹭。你们打人之前跟我说一声，又蹭到了，哎，让我再蹭一个，啊，蹭团率100%呀。